hey, 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开心什么？热干面，孩儿他就给我送来的。我的天哪！你们知不知道热干面是哪里的特产呢？评论区评论出来哦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秒完它，先吃个鸡蛋。那可烫了，还刚好吃个西红柿。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鸡蛋干的？一口干了。上个视频有人说，怎么光着你吃不见你往下咽呢？那我咽着，你看着，我没有喉结，我是女人呐，我怎么会有喉结？呜、哦，香喷喷的热干面，当然是一边吃一边咽喽。使劲咽一下，还是没有喉结。这面也太有嚼劲了。快要辣出小泪花了，哈哈！有的烫有辣，但是好好吃啊！有谁跟我一样超级喜欢吃辣的？辣不住了，来一片西红柿解解辣。热干面和西红柿简直就是绝配。人间美味呀、啊！再吸溜一大口，太爽了，根本停不下来呀、啊！好吃到起飞，哈哈哈！论西红柿的重要性。这么快就吃完一大盆面了，嗯，又辣又好吃，特别有嚼劲儿。热干面就是要大口吃，再来一大口，太辣了。瞬间秒完西红柿，水分也太充足了吧、我的天哪，给我脸蛋都辣红了呢。吃热干面辣的一定要配个西红柿，不然太辣了吧。满足，把这个吃掉就不辣了。吃货的世界就是这么爽。有谁跟我一样不喜欢吃蛋黄的呀？评论区留言哦，关注我，你说吃什么，我们就接着吃什么。